这位同学还有什么想要问连老师的吗？这样我给你普及一下，就是扮相吧。说唱扮，我觉得扮啊。扮相我懂，我用你普及。你这孩子都不谦虚，你懂什么叫扮相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扮相嘛，就是扮上，扮相。扮你真厉害，扮相就扮上，你懂什么呀？那是讲究的很深刻，叫装龙像龙，嗯，装虎像虎。你是挺装文像文，嗯，装武像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。你比如。嗯。托腮就代表牙疼，入睡还牙疼，胃疼呢，是吧？这代表入睡。嗯，扇子一拿，那可以代替刀叉棍棒，讲究的是神。连连，一般人都说刀枪棍棒。那我说的是刀叉。你能不能谦虚点啊？我能，连连，但是我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你懂得很多，你赶紧给我拌一下，拌。我拌凉菜还行，挺好吃的，酸甜口的，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。我不行，咱们还得看看本山大叔的弟子们的扮相。那个，现在的当今社会是有才的人太多了。哎，这个真对。有很多，还有就是玩模仿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模仿歌星。对。刘欢，大家非常熟悉刘欢，是吧？树英雄，尊清代，古今谁能说明白？我就不行，不行，他还不行。是，我就说他人家怎么模仿的呢？我就不行。还有模仿田震老师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田震唱歌，憨厚的那种声音。靠后的那种声音，嗯，给大家模仿两句。盼到你今天就要奔波，盼不太长。哎呀，我就不行。嗯，有名字还不行。今天，教咪咪一段，杨坤。啊，来段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，都非常有特色，嗯。杨坤唱歌非常有感觉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唱歌非常有状态。进入状态的时候，杨坤这个手就像弹烟灰似的。弹烟灰，嗯，弹烟灰，对呀，弹烟灰了，脚呢？踩烟屁，脚烟屁什么？烟灰落在地上了，万一你整着火了呢？对不对？不得踩点，给它踩灭了嘛，对不对？这还文明。怎样？投入进入状态的时候，唱他的歌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要咽气儿那种感觉。啊，这样啊！越唱越没声，越唱越没气儿。展示一下。无所谓。有点夸张了，但是还蛮像。你真要命啊！你看楚军差点上不来气儿了都。不是你，他唱一首歌，观众乐了，场上人要憋死过去了。但是不行，共鸣，哇，你也要学。你怎样？来试一试，共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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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吧，共鸣。我唱一句，你学一句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从头开始啊。好，简单。首先，弹烟灰，弹烟灰，脚踩烟头，哎，踩烟屁，哎，踩烟，这种感觉进入状态，投入。好，鼻子啊，嗯，清鼻这种感觉非常投入。不，憋死了，笑得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没有不好意思，风鸣准备。眉头，很好。谁会爱上谁？鼻子，打远了，再往下点。烟灰啊，不是你。彩烟屁，谁让谁尝？